福特的这个入登地之后，这个不一样，所见不一样。但佛有自受用的十报图，一切菩萨不能住，我自受用了。所以这个光，除了佛之外，一切大菩萨莫能测，这称为南寺光啊。这个光啊，这个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我们《阿弥陀经》的名字，就是那当时说在法会上说法的时候，十方恒沙的诸佛啊，十方的恒河沙数有那么多的佛，都称赞，看看多少佛，不是只要说到极乐世界，十方佛都赞叹的啊，称赞这个安乐世界啊。称赞阿罗世界所有的佛法不可思议啊！这个神通啊，这个视线变化种种的方便都不可思议。底下很好啊，这两句很好啊，希望大家接受下来啊。我能有信如是之事。如果能有人你能相信这样的事儿，当知是人，而且你这个人呢，你这个人就不可思议。所以真正能信净土法门的人，也不要自轻自己啊，应该好好的珍惜啊，要放光明啊，度救度世间啊，自个儿真正取得成就。不光是说，我们最要紧的不是你在那说，而最要紧是事。你要真正往生，这个事比你说重要。你讲了一背经，临死的时候是种种的这种横向啊，那恐怕就不妥当了。当知世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啊。啊，说这一点就给我们现在能够信的人一个受记，一个证明，是不是？你说能信，你就是不可思议，你所得到的果报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凡夫身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果报，哪里是能得得到的？十方世界没有的。所以是一切世界难信之法，这难信就有这么大的，能信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呀。还有，今天信，明天能不能信呢？是不是？就要坚持啊，坚持信，信下去，你就一直是不可思议，你的果报也就不可思议。弥陀要解都讲不可思议，这个苏超里头什么的我们就不讲了啊，我们讲直接来要是挑这个最精华的给大家介绍了啊，有五种啊，苏要解里头啊，弥陀要解里头讲了五种，一个是横超三界，不要等你断货，见货吃货全部断，断了见货正出国，吃货慢慢断正四国，咱们断不了，不断货你就往生。这是一，二，生到西方凡圣同居土，就恒聚四土，你也就是实际也就生到了，那其余上三土也生到了。第三，但持名号，你只要持名，不需要你打坐，不需要你观想种种方便。第四，依期为期，真的有一个礼拜，你真用功，不需多劫多年多月，多生。第五，持一个佛名。你就念一个佛名，一切佛就护念你了。大家要知道，这个念佛的人，佛就护念了。大势至菩萨首先就护念，多少这个阿弥陀佛派25个菩萨来护持你。实际说，因为诸佛所护念了啊，不不就不不不不那
不易于持一切佛的佛名嘛，啊，是吧？所以这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功德啊。再有一句话很要紧，说弥陀要解某一大师是一代的大德，古今稀有的大德，行人信愿持名，你信深信切愿还持佛名号，怎么样？这句话好极了啊，大家都可以把它，你可以写在屋子里头，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你就把佛的功德全部摄受过来了，成为你自己的功德。所以你只要信愿持名，你就全摄佛的功德成为你自己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也就叫做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也就是咱们这个经中所说的会以真实之力啊。啊，你这个事儿不是很难呐、啊，但是你就把佛德全成为你自己的功德了。不是大愿之王的阿弥陀佛也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我就称赞，我说这个是红心里头的红心呐、啊，这句话啊，所以印光大师也称赞了，啊，印光大师的称赞我这个就抄在这里了，理事各增其极啊，这个讲理讲事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了。唯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从释迦牟尼佛说这经以后，这是第一部的注解。在别的地方还说跟这个苏超跟袁崇超什么并提，这个地方就直指就是这个是第一啊，妙极，妙到极处了，确正确到了极处了啊。纵令古佛再出一次重注此经，古佛再出来再注这个经也不能高出其上，不能比要解再高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是真正要想成就，将来这个弥陀要解又薄啊，常看看啊。所以在这个不思议光中啊，就全摄了阿弥陀佛如来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你念佛的人，你就蒙这个光照，你就成为都成为你自己的功德了啊。底下经文如是光明，就像上面说的十二种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啊。其有众生遇此光者，那么这些世界中有的众生能遇见这个光呢？为什么有遇有不遇呢？不光普照，咱佛就说有个譬喻啊，那个福盆觉照啊，太阳光都普照，你要一个人把个盆，扣在老爷上，趴在那里头，盆里头你就照不到你了。啊，那么这个盆当然是抽象的，你这个就根本你怀疑，啊，你反对，你就不能去信受，这就是福盆觉照啊，啊，你脑袋上扣了个盆，把你搁在里头。你就不遇，如果能够遇到这个光的，就垢灭善生。所以为什么生上这个光啊？你的这些尘垢就消灭，你的善根就增长，身意柔软。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刚强难化啊，这个刚强难化呀，所以变得柔软就好教化了啊。若在三途极苦之处啊，在这个三恶道里头最苦的地方，极苦的地方啊，见此光明皆得休息，遇见这个光明都可以不受苦啊，命中皆可解脱，啊，都有他一期的寿命，这个寿命终了都可以得到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威神呐、啊，这就是威神呐、啊，这光有这样的威力呀、啊，啊，有这种神力呀、啊，啊，你听到这些威神功德，你日夜称说，你就说佛的这个光明功德啊，威神，他至心不乱，啊，你至诚的心不是乱什么，就乱夹杂了其他，很纯，
这至今不断啊，不是不乱，是不断啊，不断就是不要断，这跟刚才意思是一样，文字不由稍微差了一个，就是你不就这个心老相续，相续也就纯了嘛，就这个心不要断，所以我们这往往就是怕中断的，所以中断是最大的魔，所以一切的好的事情我们就是要相续，出家要不相续就还俗了，是不是？那可能很多好的事都是要坚持。所以这个难于坚持啊，就是要坚持到最后就成功了啊，要不断这至心不断，随意所愿都能提高，随你的意你所愿你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称赞光明也可以往生啊。这个详细的一个名词的解释书就写了啊，这就不再重复了。底下有望西，日本的望西师他设一问，说人间的行者尤见光难呐、啊，咱们这个世界修行人，他见光的没有多少啊。那三途的众生能见得着吗？我、说三途俗之中光照他的休息啊，他们见得着吗？这个望西师根据《心地观经》，大圣《心地观经》，这是一部分很大的经啊。他说是这个世间的男女，就是儿女啊，给仙人追荐修福啊，做佛事啊，这样做佛事，如果是啊，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啊真实的出家人，啊，真实在那修法，这样就有大的金光，很大片的金光，照到地狱去，啊，这个光中给那个众生说法，啊。像这个做佛事的人的他们的父母令他发意啊，发起了修行的意思啊，这是大心地观经，所以望西就根据这个来回答。孝子追善，孝子来超见他父母，请人念经还可以有这样的作用，何况弥陀发的大愿，焉能不会到地狱中让地狱中的众生见着光呢？但是总之都还是要有缘嘛，所以佛法都是要有因缘嘛，啊，佛光是普照啊，你没有这个因缘啊，它这个，所以说叫如聋如盲啊，啊，所以这个众生难度啊，在地狱中的众生，这个菩萨教他念佛，教他不会，他记不住。记不住怎么办呢？拿笔给你手里写在你胳膊上，你就不忘了吗？就给他写，菩萨给他写，不是咱们写，菩萨给他写，这个字现不出来，业力啊，大家要知道，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他的困难，这是双方的，佛和菩萨的救度是一方面，众生的业力又是一方面啊，所以就是说要多度多度的，那么他这个可以接受一点，念一点，消一点，后来又给他又消一点，慢慢就能写上了，能写上他就多念多念多度多，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已经很多证明地狱确实是有，这不是吓唬人的，有很多人受了戒就不重视，就随便想破戒，就不相信有地狱，确实是有啊，这个这些意思现在已经说过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啊、底下受众无量，前面说的光就是佛的这个依报啊，这个光明普照遍照光中有种种功德，有种种威神作用。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阿弥陀佛寿命有多久了？你没法说了，不可以称量，不可以计算了。你电子计算机也算不了，这个数有多大，你算不出来的数，不可以算的啊。这个他还有无数的声闻之众啊，这个无数声闻都神智洞察，都是很大的神通啊，都威力自在啊，能够在这个手掌里头拿一些世界。不是现在咱们这个所谓的奇异功能啊，这个奇异功能是微不足道，所以这句话就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佛的寿命无量，一个是
极乐世界的众生也无量。寿命上的头两句话就是生命长久不可称计，因为佛是法身嘛，是不是？法身就三际是一如了，没有什么叫过去，没有什么叫现在，没有什么叫做未来啊。所以三际一如是佛教常说的话啊，这过现未是一样啊。说既然过现未一样了，这个寿命你还能说多久啊？未来还有多少年呢？未来即是现在，即是过去，过去即是未来，即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打破了。所以连爱因斯坦都明白，这个时间是众生的错觉。啊，他的朋友死了，他说啊，你先走一步，随后就来，就是这个事，其实是还是错觉，有先有后。连爱因斯坦都明白了，你是你为什么老觉得有时间有先有后？这就你没有明白的嘛，你这都是错觉嘛，你在错误之中嘛。这是错觉，没有什么叫时间的。那么寿命无量，寿命无量而佛的大愿，而佛的这个慈心是无量的，那么他就要度众生啊。那他要度众生，所以这个会众就无量，他老度老来，他会众就无量啊。而且极乐世界不是像卢生燕说的，卢生燕就荒谬结论，他说这个世界，我这个香港给他就是佛教给他开披露的，我极乐世界我都打了五六个来回了，我随便出入，因为极乐世界两个把门的是我徒弟，是我弟子，荒谬结论了。极乐世界他这个国土无量，寿命无量，也没有什么叫把门，要不极乐世界还想走后门，那有一个人进来，而这种人弟子骗地球。所以我们要正法，要放光啊！啊，这一些老的度就无量嘛，就是无数了啊。神智洞达，这是称赞弟子的话啊。他们的神是神通，智是智慧，洞达是通达透彻啊。因为这个往生论说，这天人不动尊，这不动众。在网上这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这些大众都是从清净智海中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他们都神通智慧通啊洞达啊，无地自在啊，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手掌之中，一个手掌之中能够拿一切世界啊，这些弟子都是如此啊。极显这个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在《楞严经》也有这个话，不是呢？这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你们这不正在讲吗？啊，《维摩诘经》有这话，我们这个长的不行，一个短的吗？是不是？为菩萨以一佛土度维摩诘，他拿一个佛土的众生，一个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置之右掌，他右手掌里的。维摩诘啊，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搁在一个手掌里了，他把他这个飞到十方啊，遍视一切而没离开本处啊，这维摩大师的神通啊，啊，维摩大师是金苏如来的化现呢，那不就是佛呀？啊，所以能以掌中是一切世界啊。就是空间大小的一切一切，所以到了楞严，到了这个华严就十玄嘛，小的包括大的嘛，一里头包括多嘛，啊，一刹那中有多少劫嘛。他比如说我弟子这样神通，但我弟子之中呢，大目犍连，说就是人说大目连啊，俗人说目连僧啊，目连舅母，这个名声很大啊。在佛弟子中是神通第一，弟子都能持一切世界，而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佛就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星宿，多少星星，有多少众生，目犍连在一个昼夜之内全都数清楚了，都知道。但是十方的众生都成圆觉，每一个圆觉都是寿有一千有万亿岁，
他的神通都跟大木建连一样，在这么一个大的集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都来用他的竭尽他的智力来推算极乐世界有多少人，算不清，极言无量啊。譬如大海深广无边的，大海深广没有边啊，这海洋都实际上是连在一起啊，你给起个名字叫黄海叫破海，实际上都跟海洋就是这一片水啊。我要给你取一个毛，一根毛，毛分成一百分，把它碎为微尘，小得不得了，拿一个小毛去沾一点水，这一滴水跟那个大海水比，哪个多哪个少呢？啊，佛就说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的这么多，目犍连这么多的这个都成了目犍连，这样多的人算出来，他们所知道的数，就是毛那个微尘的一点点水，所不知道的是大海水啊，这就极乐极乐世界就数无量无边，你数不清啊。比方寿命无量，诸菩萨声闻天人，他那去的并没有天界，我们说天人就是说是凡夫，有凡圣同居啊，还是凡夫啊，没有断惑啊，有这种称为天人是吧。声闻也是都是大圣菩萨呢来声闻的，就他断惑的程度等于声闻的，就这样的情况，也都是寿命无量，非算计譬喻之所能知，算也算不出来，打比方也打不出来。那么这个寿命无量，我们说是大恩大德啊，所以带货往生，一生到彼土之后就不退转，再也不退了。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在进进退退啊，好容易有某个时候忽然有一点进步，你保持不住，过两天又退下来了啊。有的是退的比前进步的还多，进了一步一下退了五步，真正按经常说是进一退九，进了一步退下九步啊。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是真正要到三不退是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就不退转了，既不退转又寿命无量，他不成佛成什么？老不退转老活着，那不就是一定这一生要成佛，是不是绝对了啊？咱们这样就不行，咱们这退远多，寿命现在稍微长了一点点，医药的进步，多少年不战争了，要有战争这个寿命哪能保持这么高啊，这多少年不战争，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世界大战一次二次的距离很短，这二次之后这三次还没开始所以大家是活得长一点但是就是说你现在平均就是六七十岁，活百岁的很少，所以经上说在末法中亿万人修道，上亿上万的人修道，砍一得道，很少有一个得道的，所以这个唯一可以度众生的方法就是净土法门呐。但是大家要不信要毁谤，这也没有不可奈何的事情啊。这是经上的话，亿万人修道，砍一得道，唯一可以度众生之方法就是净土法门。但在净灭的时候，还只有净土法门可以度众生。第十四品道术偏薄，我现在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咱们这学期把这部经讲完。五月份起，我们改每周一次。就这佛菩萨加倍别让我生病，那说明我们坚持一下把这部经讲完。宝树片国第十四，以如来国极乐世界多诸宝树，有种种的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啊，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单独是一个宝所成的，并不是真的像咱们世界上极乐寺咱们这个故宫珍宝馆所看见的，拿一些个什么翡翠啊、珊瑚啊做的那个树机械死了，你送给我都嫌讨厌。极乐世界不是那样的树，那样的树谁要啊？
他说好到了没法形容啊，只有拿这个宝来做比方。叶子之美像翡翠，花之美像什么什么，像钻石什么的，拿这个做比方，不是那种生硬的死物。我就说金子撑得住啊，真的金子打一棵树，那有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树它放光，金色光明啊。一宝呢不杂一宝，这是一种，还有的两种宝、三种宝合成的，以至于七宝互相都成功的，这有的这个做根，那个做花，等等等等的。这一段话节省了魏一本大量的文字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互有七宝，互为枝干、根干、枝叶、花果，这个猪笼工程。就说这个主题，就说这些树都极其干净，这些宝很干净啊，它又是这个很啊，很有这个颜色，不同于一般的颜色啊，是吧？拿这个做比方，格字一行，格则成一行，行行相直，就像现在咱们练操，大家排上一个队伍，你横着看也是直的，直着看也是直的，有人的地方都有人，空间，对，很整齐，就是这个意思。行，各自一行，行行相直，紧紧相望，彼此都对称，枝叶相向啊，你的这个枝子朝着我这边，那边有个枝子，一个动作，它是我这边这个朝东，那边就朝西，有的枝子朝西，就相向。花实相当，这儿有花，那棵树那儿有花，你这有结果，那儿也结果，就很整齐。容色光耀不可称，是容是繁荣啊，这个颜色光是很光明啊，目可胜视，眼睛看都看不过来了，就是俗话啊。这个定善义说是这个珠宝灵树，这个宝所成的灵树，都是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啊啊啊！因为佛心是无漏，所以树也都是无漏，乃至没有老死。我说这个树它也就没有老死，就没有一棵树是枯了的，树是老了的啊。咱们这个树，长虫子了，长了害虫了，它就没有这个事儿，也没有刚出来的刚生的啊。所以就没有这种前后等等等等的这些变化，表示直接的这些变化都没有了。一如啊，中国是这是无漏之间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是这个树啊，这个意思。清风石法，清风指的是无漏的清凉的清净的风啊，咱们现在都到处闹风灾，龙卷风破坏多少多少，它这是清风啊，这和风啊啊，时常就吹动啊，出五音声，这个树就会出音声啊，五音声就是个这个古时候说的宫商角徵羽啊，古时候咱们以这个五声，过去最初是五弦琴呢、啊，五声啊，或者加两弦变成七弦，就现在咱们的音乐是七声。这个五音就是咱们比较原始的五弦琴所代表的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啊，这个五种音声是最根本的。五音是宫商角徵羽，头一个是宫，第二个是商，微妙的宫商就是微妙的音乐，微妙的曲调，自然相和，都是和声，听得很好听啊。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这些宝树周遍在他的国土里头。这个慧苏说呀，这是愿力所成啊，不结鼓吹，不要你吹打啊，所以说自然相和，自然就有好的音乐啊。菩提道场这个树就很特殊了，菩提树，六七道有的地方叫菩道场树，道场树就是菩提树，分别于前头那个宝树啊，这个菩提树就更高了，宝树也很高，
保护高是百千游巡，你要是硬着要去乘一百乘一千，再乘上游巡，那也是四百万里，那恐怕那个所以我上次说那个百千不是直接相乘，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是百千呐、啊，百千那、啊、哪有他什么什么国土啊，所以他就没有矛盾了，所以十万亿国土啊，这地方也是如此，那么他就这一班齐了就不没有分别了，所以这个百千这就是接若干千，那么也就不低啊，所以这个数比一般的数也就不低了。这个数高四百万里啊，基本周围5000游巡，枝叶四部20万里。有人就感觉树太高，这叶子分布的不很广，它树它这个底下因为底下还有很多树，你不能都挡住了，还有就是底下的树也很高。所以这个树你不是那个得从不能从地是一切种种的宝自然合成的花果芙蓉啊，花这个菩提树花跟果子开服的都是这个极容貌的颜色啊，光辉遍照，光明啊，光辉啊，遍照到一处啊。我们就在这儿啊，这经文到这儿，我们再看看书，仔细看一看。六七道场，意思是六七道场，道场吗？这个地方的道场就是指说这个道场有四个意思，我们不列举了。这个学道之处名为道场啊，这个道场就是指学道的地方。那么在极乐世界大家也在那学道嘛，所以这个指的是这个道场啊，有好多菩提树。菩提树在西域记称为花波罗树，佛就是坐在菩提树底下成佛的，所以这个树嘛名字叫做菩提树。这个树的照片我们还看到啊，还活得很好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树高400尺，后来经过砍伐有4-5丈高，现在还有4-5丈高。这是咱们这个世界上的菩提树啊，还在，还有很多人在那儿修持啊，很庄严的啊。再有就是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树说高400万里呀、啊，观经上说佛是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呢、啊？有人就说你这个人大树小啊，觉得不相称、啊。其实这个无碍，那底下就看出来那个水，你想那个水在脚面，它就在脚面；你想那个水在腰，它就在腰；你想那个水在顶上，就在顶上；你想那个水它给你冲淋浴，那就是淋浴。说你想树高它就高，你想树低它就低，啊，这不是那么死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这个水是一样，树更是一样，说这个大小还是空间，说有些人谈这个问题，还这空间他还没打破。说咱们这个，而且是都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就是小的容大的，不然怎么叫华严境界？小的不能容大的是咱们娑婆世界的境界啊，所以这些地方，所以这根据咱们这些情境有好多，根据最初就把这个当成什么呢？当成是证据，这些他这些情执这些东西当作证据来怀疑经典，这种好牵犯这毛病啊。所以他这个无碍，而且菩萨啊，这个所谓见佛佛身。佛他自己身有多大，他见佛身有多大，格格的一地二地也都是不同。这个地方是说了一个，所以那个树到底是多高多大，这个菩萨有各种不同的大小，各种不同的树相称，而且也就是也就自然相称，而且小的就可以容大，所以这么几方面一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浮有啊，底下就是这是后头了，浮游底下就表现了树上头的庄严，有青颜色的、绿颜色的、红颜色的、白颜色种种摩利宝。这个宝是珠宝的宝，摩利宝我们讲过了，
拿这个来做璎珞在树上。云具宝锁，宝锁饰诸宝柱，树上还有宝柱，宝柱有结构啊，这个结构之间它就要彼此之间要连接，这个锁就是这个木结构的连接的，这个结构的连不一定木，结构的连接地方。这个连接用什么做的呢？是云具宝，云具宝是个名称，宝的名称。说云具宝所是以云具宝做的建筑物的相勾结的地方，啊，这个有证明。唐毅说有狮子、云具宝等以为其所，啊，所以你从别的译本上就找到证据了，这个就是很确凿了，不是我这杜撰了啊，就是这么解释，都是宝所成的所啊。啊，这些璎珞的来庄严这些宝柱啊，这个经常还说柱也各种各种宝所成，就在树上挂了网子，都是摩尼宝啊。它上宝子上有金有珠，金就是咱们黄颜色的金，珠是白色的珍珠啊，铃是能够摇动的铃，铎是铃里头的那个能敲声音的那个叫做铎，这是挂在网子上。啊，接下来这些网子就做成网子啊，这种啊，这种各种，这一种真料的宝网罗浮其上，都是盖在这个树上的。这个树上面这样这些网子呢，就百千万色啊，就好像现在过去我们是圣诞树啊，有时候咱们的国庆啊，树上装灯啊，啊，大家觉得很好看的、啊，那这个极乐世界比这好看多了，是吧？这是百千万色互相辉映呐、啊！啊，像观经说啊，啊，一个宝珠有一千种光明啊，一个光明有八万四千色，看见没有？这放光，这一千光，一个宝珠它放一千光明，一个光里有八万四千种颜色，咱们就没法讲了。咱们世界就一种光，一种光就一种色。那咱们那个这个国庆节那挂红灯就是红色，绿灯就是绿色。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你怎么能够想到极乐世界的情况？而这些个啊，这些个光啊色互相映时，你的光照着我，我的光照着你，互相辉映，互相作为装饰，增加它的美丽啊。无量光焰，无量光焰啊，焰也是光的光，光光的这个形容光的这个光耀啊，明耀啊，耀显啊，啊啊，这个所以这么多光和色啊，照耀无极啊，无有极限啊，照耀无有极限啊。最后一切光焰随应而现，所以随应而现这。也很多，我们处处有人，这一切庄严就随你所相应、所感应而见，就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械的死的东西，就极其微妙啊，知道极其微妙啊，啊，这是风，这是树了，这是菩提树了，微风徐动，很轻微的风，慢慢在那吹动。吹诸枝叶，吹到菩提树的枝和叶，演出无量妙法音来。这个树和这些这个，咱就出流出来无量的妙法的音声啊，都在说微妙法呀。其声流布，这个声音就传送出来，遍诸佛国。骗于诸佛的国，不光是极乐世界啊，别的佛国也骗了。清唱哀雅啊，听就是清净啊，让听的人不生浊染心呐、啊。啊，唱就是通畅啊，欢畅啊，让听的人心中能够通达，能够欢畅啊，踊跃欢喜啊。通晓啊，通晓的意思啊，能够通达之相啊。哀者很悲哀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悲悯众生啊，啊，它自然呢、啊，啊，还有一种悲心的流露声音，在好的音乐里头
总是含一点悲意，不是这种狂欢曲，这只是一种乱动啊。啊，这种就使人听到能引起你的大悲心啊。亮是明亮响亮，也是显露啊，能叫你啊开发啊你的本名，所以这就是啊这个音声啊，清亮清唱哀亮，惟妙和雅。惟者是很惟密啊，惟妙是妙，就是好，而惟妙更是就是说不出的好啊。和是调和，雅很雅正啊，这个顺佛法故啊，就是雅正。我们这雅对照就是俗啊，所以我们首先要脱俗。那你说你浑身的俗气，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音声都是清唱哀亮，惟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啊！风吹宝树出的音声，在十方世界一切音声之中，这是最为第一，没有能相对相比的。底下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来了啊！若有众生睹菩提树，你看见菩提树了，闻声闻见这个妙法音声了，嗅香闻到它的香味儿，尝其果味，结的果子你吃了，触其光影，被这个光和影子照耀到你的身体，念树功德，你在意念这个树的功德。所以我们密宗修法观想永远不离开菩提树，有时候这都有所本呢、啊、都是一致的。现在念树功德啊，观想归依净，观想这个上师三宝，这上师三宝都在菩提树上啊，皆得六根清澈，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合一根的了啊，清澈啊，你这个人这个都是烦恼不清净啊，啊，这个彻清澈是这个耳根，这个慧素说耳根无垢，这个耳根没有什么垢染的、啊，你没有什么这个固成见，你这东什么东西听不进去，由于你耳垢太重了，耳根无垢叫做清啊，啊，彻听众音越彻，这个声音都能听到了叫做彻啊。因为众生这个六根，对于耳根来说，其他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都可以清澈，无诸恼患，没有烦恼忧这些所造成的这个过患，啊，住不退转就可以住于不退转之地，啊，以至于啊成佛。所以看见树就闻声嗅果，都有嗅香尝其果味，都有这样的功德。复由见彼树故，又因为看见这个树的原因得三种人：一者音响人，二者柔顺人，三者无声法人。所以见了树之后你可以得无声法人，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增上，所以你处处是增上啊，这个人，这个净隐苏，就是说寻声悟解，知声如响，就从声开悟了，知道这一切都如回声回响，这个鼓山鼓的回响根本没有人在说话，他就是，但是他有响，知道这一切都是像回响一样。没有作者，没有谁做这个讲，了解这个叫做音响人，这是二地以上，得了音响人就是二地以上的菩萨。柔顺人是什么呢？舍权驱实，
一切经典言论从禅宗的这些话头都是一种权的言权的用言说来表达，你把这一切权都舍掉了，趋于实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是不是就在这个在固执堆里头啊，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啊，不是在那说钻固执啊，这是权法，你要趋于实啊啊，能够舍权趋实叫做柔顺人，到四地五地六地了，你这也不是凡夫境界了，这个的七地以上有闻法悟道知一切法啊，这个正入实相离一切相，这个就才是啊无生法忍，这个是七地菩萨以上。所以了解到一切如俗回响如梦幻泡影，这个是三地啊，能够舍离这个言说而入实相，这是这四五六地正入实相，入真入了，正入了，离开一切相，无生法忍，安住。所以忍就是安住，安住于无生法中，这七地菩萨以上的师父。你看人数之后就得到啊，这三种人。这个弥陀苏超的解释啊，这个无生人有两种，一种从法上说，一种从修行上说。越法从法上说嘛，没有起没有做的离体叫做无生。慧心安此，你智慧的心在这个地方安住，叫做忍。越行从行门说，根呢，都行啊都纯熟了，智明于理，你的智慧跟理都相合，自然相合，无相无功，没有离一切相，也没有一切功用。所以这个现在都这个都外咱都在练功。天天在练功，你到无功你才能入地，那登地啊，无相无功，旷若虚空，展若庭海，心识妄惑，起心动念这个识有妄的这个疑惑，气然不起，长吉光的气，气然不起，才叫做无生啊。啊，前说这不是两个，一个是约法，一个约行吗？前说还可以通于别的地上的其他的诸地，后者这一段约行这一段八地以上才能有啊，这个无生法忍是很殊胜的。而这个有很多证明，在华严经里头它也有十忍，第一是音香忍，第二是柔顺忍，第三是无生法忍，跟我们这个完全相合，但底下还有第四第五第六都还没成佛呢。我们见到数字就得前三种人，前三种人第三种人的约行就是八地菩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数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前头讲十玄呢、啊、脱世显法生解，从世可以脱法生解，所以禅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拈起花来给大家看，就是骗给大家你们看嘛，教大家看嘛。那恰色他就开悟了，成为咱们禅宗第一代祖师。脱世显法呀，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就这个。所以这极乐世界那个菩提树，你看了就证无生法忍，这都是脱世显法。你不要把世看成什么，他这个世中就是走那极深的法。说你看见这个树，你就证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花呀果子树的本身呢、啊、与诸众生而作佛事，对于种种的众生在做佛事啊。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圆满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极乐世界花果树木都能给众生这样做佛事，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无量寿佛的威神力故，
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了佛了，阿弥陀佛有如是的威神，有这个力量，这是一个方面。再有本愿立国啊，过去发的愿呢，所以现在能让众生看见数的得三人呐 啊，所以本愿力是总底下满足愿、明了愿、坚固愿、究竟愿这四个是分别说的啊。这四个解释我们挑好的说，我们这引的很低，书上引的就是我的书上引的很多，我们就不把那个淘汰的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挑好的说啊。满足愿是这是净引的话，这是因为他的愿心圆备啊，他发心的那个愿的那个心呢、啊、是圆满呐、啊，是都具备啊，为众生所想的都想到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圆满圆果啊。第二个明了啊，我们用往昔他们的话呀，是光明智慧共同相应果，这比别人解释的好啊，是这样吗？坚固啊，是无退精进，他没有退心呐、啊，他的愿他没有退啊，没有阿弥陀佛，我发这愿我后悔了，一直是精进。你看这咱们讲阿弥陀佛过去修那精进极了。对他坚固啊啊，这是所成就的究竟愿，他们说其境有情法界故啊，所以称为究竟，因为他要把一切有情都要度尽呢、啊。这是古人的解释，这四种中我们挑好的介绍了，其余的大家可以做参考。说在究竟愿故嘛，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方便为究竟，正是因为这个愿它度尽一切众生啊，广度一切众生，众生都会得真实之力，是最究竟的方便了、这个方便之法还是这个成佛的究竟，所谓成为究竟愿故，只是因为它是究竟的方便，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因为本经三真实，而这一切愿都是真实之际为体真实之慧所生，所以他能够慧与众生真实之力，所以这个是究竟愿，究竟之愿的。讲完这个第十六点，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蓝笋一阶七宝自然合成，讲堂这个说法的地方，金舍。精舍不是指着房子好，是指着修道的地方，大家好好在这修道。楼观，观也是楼建筑，栏笋，栏是栏杆啊，直的叫栏，横的叫笋，也都是七宝自然合成的啊，并且也都挂上了啊白珠摩尼等等做的房子，在那儿交落璎珞，明妙无比，光明美妙，没有相比的。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菩萨众所住的宫殿跟佛也一样，显平等嘛。极乐世界明妙无比啊，这个团团大师他就说，这个宫殿楼阁净纳十方，宫殿楼阁可以啊，可以看镜子似的，能够照见十方啊，极显极明啊，宝树兰宝树宝兰呐、互相应时啊，你照着我，我照着你呀、所以是明妙无比啊，光明美妙啊啊。其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的许多往生的人在地下那儿讲经呢，啊，那当然有很多人听经、诵经、念经。有在地受经，那边听接受受经听经啊，有在地经行者，在地下经行有两种经行啊，他这个这种修行方法，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念佛自己要用功，也都得如此坐着念，完了之后就绕着念啊，或者是来回的念，像个这个梭子就来回走，经嘛就经纬嘛，
经行者就是来来回回的走，走过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念。这个嘛，也就是要一点活动啊，要避免你困啊，这个，所以就是交替为用。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也有如此，要经行的啊，思道啊，思道就是思维于道啊，这个思道者在道上做思维啊，坐禅的。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修行禅也是各种念经啊、坐禅啊、思维啊啊，都是在虚空中这样的啊，这两种。这一切往生人呢、啊，获得虚陀园，得处果，或者得二果，或者得三果，或者得四果，这都是指着是断惑啊。你把这个见惑全断了，那你就是你等于是证了处，你就是证了处果了。但是他发心不只是出国，都有前生修习这方面的多，所以这方面相应的比较快，他达到这一步了，那么这个觉悟程度啊，你断惑的程度相当于啊这一国，但是他的发心什么超过这一国了，是吧？啊，那么只是断惑啊，那么未得阿惟约智者，则得阿惟约智，这个很重要。你没有证到阿毗跋致的这个地方，全证到阿毗跋致了啊！阿惟约这就是阿毗跋致啊！这阿毗跋致是无退转呐、啊，过去我们也讲过啊。这个、第一个是位不退啊，你就不再拖到凡夫地了。到了往生之后，你再也不拖到凡夫地了。一般说就是你去到再不退脱到凡夫才叫位不退，一般说的嘛，啊，位不退了，行不退，你老愿意度生，不愿意不是自了了，这才是行不退，啊，念不退，心心流入萨婆罗海，一念一念都流入到佛的智慧之海呀、啊，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很高的境界，但是凡夫去了之后很快都是啊，就不再退了，这个就是位肯定是位不退，但是入么很就接着就都不退了啊，这必定在这个时间它没有退转，它这个寿命无量，它必然都得到都不退了。所以这个要解说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都得三不退，三种不退啊、嗯、所以说是这个是弘一大师称赞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阶位，无此法门，非心性极致持名之其心，要不是这个妙明真心，这个咱们的本性的极啊，登峰造极的所致，持名的齐心，持名这个奇异的功勋，这两方面啊，还有再加上弥陀的大愿，若不是这三个方面，何以有这个能会有这样的殊胜无比的事情呢？这个就是刚才的啊，这一点。还有五分钟，我这个计划可以完成啊。也圈持功德，这怎么就是比如说讲堂啊，刚才讲堂楼观呐、啊，讲堂左右怎么样？圈持交流啊，这个和这个小池子啊，有泉水啊，是围绕啊。纵广深浅皆各一等，因为这它是这个你有长有宽呐、啊，这个长宽就有不同的等级，是吧？有这个各种的形式啊，都是很相称的。你如果说是一个80米长1米宽，这个就是一个全沟了。它这都是很相称的，这样的长度，这样的宽度很相配，那样的长度，那样的宽度很相配啊。就是皆各一等的意思啊，有的是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泉由旬的，湛然相结，清湛极了，香干净，具八功德。